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现在过来搞那个比较哦，因为那个工地就很厉害，只能这个够啊，够一点点。下面还有大牌啊，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啊！上面一个先被它勾起来了，哇，你看，你要把第一个先勾好，可惜呀、啊，都是有红膏啊。可惜了，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应该比较小啊，这一排挺大的，哇，嗯，呀呀，那挂在底里，啊哦，哇，哦，这个出来。再看吧，用手掰啊！赶紧去，赶紧去！一般个都可以哦。这旁边今天能不能发财就靠这个。这一斤两百多，你撬好了一起捡。哎呀，那个。没工具是没办法呀。很大哦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高啊，一起撬嘛，等一下再捡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完整的。你搞个连三斤回去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比较完整啊。哎呀，这个断掉了。那这个搞十多斤回去，那就笑死掉。哪里能搞那么多吧？工具没带过来嘞。哇，这个都是，哎呀，大牌呀！你先挑一个。红膏啊，哎，这一个比较小哦，嗯，大的给他敲几个，小的顶不了。我不会搞出来嘞，我不没有搞出来嘞。啊，这个还可以哦。哇，一大排，从哪里下手的？拍下来的是，
就是完成的。这个钱难转，难转难转。你站下面，这个越大的，多不多啊？这个都太多了。哇，可惜呀、啊！要你工具带过来，你不带，啊？啊，这个有。嗯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可惜呀、啊！你这个大一点，吃一点，留一点回去卖就可以。那卖的话，欧股得要怎么出来呀、啊？啊，今天也搞了这些啊、哦，差不多两三斤，也可以哦。现在要煮饭了啊、哦！那走走走，泡面。可以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